要打就对了，有抗 label 吗？你关了是？没有没有，对方去了。有什么好疼好冷，他玩。去你的！哦，掉了啦！什么东西掉了？掉了！什么东西掉了？掉了啦！直接掉了！抽奖礼包，先来个5元抽。哇，三！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爆率这么高啊？枪的爆率也太高了吧！5元抽有3个。不是，掉了。现改进加长弹夹，加长弹夹，穿甲弹头。对，看来看不出来吗？我只玩过1把、哦。掉了。哎，图鉴在哪？图鉴在哪？你不要吵啦，掉了啦！图鉴在哪啦？不知道。等我一下，我出去看一下。我就不信了。好啦，给你选啦 ，AWM Scar NG62 Vector 多金色的，你要不要带？你选一把我带。你最心疼哪一把？最心疼哪一把？我不告诉你，你来选。好啦 ，AWM 呐、欸，来 AWM 啊。我觉得 AWM 有15颗子弹，我也只玩拿一把出来，他什么都不掉就掉枪。拿出来用。
欸，那个金质弹头能力是什么？有金质弹头这个能力吗？你没有拿到吗？金质弹头是加10点伤害。哦哦，啊，穿甲是增加穿透10发。哦。干，那 A W 很没用哎，他那个加长弹夹屁用哦，虽然还有长线改进。我觉得我会点到手指抽筋。好啦，我只带100 AW。哈我怕我没玩到他，所以我只带100就一定玩得到他。我觉得。好啦，等我一下啦。好聪明啊！我换把枪好了。我好有智慧啊！我好有智慧啊！我怕我玩不到他，那我只带100就玩得到啦。你在想什么？没错。还是再买一把手枪？不用吧？不用啊。等一下，第一个包就有金质面控了。等一下有一个包会跑出一个金色 AW， 我都会掉金色 SKS。哎，问我看不到金色哎，我看你的只有粉色哎。是真的看不到吗？可能啊。你看我的是什么颜色？信我。你看我的是什么颜色？看你的。大菠萝，我的增加换弹速度的 G36 掰了，你的第一把，他还有长线改进，啊，我就抽不到，我就只抽到这种东西哈，你去抽一把穿甲弹头加金质弹头的给我了，没有，我有穿甲弹头的 Vector。好爽啊、哦！我等一下死了，我就拿穿甲弹头 take。